远，倾尽一生时光，世事白月光，我伴着天亮，留下你用情百计千方。是我说了谎，人爱已荡气回肠，却唯独不敢对你声张，只让我独自品尝没有你的时光。我不知不知的悲，写经文确实乏味，就像经文里所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成人上人。启禀长老，大王发起了沙滩球赛，邀请三位长老共同参战。陆长老，您要去吗？哦，大王好雅兴啊，这宫中好久没这么热闹了，不知道这沙滩球赛又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是王妃娘家的一种游戏。哦，陆长老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呢。韩寒喜欢。嗯，哎，你这就去回复大王，我们随后就到。是。九牧憨，你也来了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啊，公主。哦，不，现在该叫王嫂了吧？哦，原来今天有鲁长老护身啊！刚犯完错就可以跑出来看比赛了，你真厉害啊！王嫂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比赛快开始了，入座吧。嗯。请你穿上我的衣服，扮成奎木狼，我会用李雄的身份陪在你身边。这怎么行呢？怎么不行？行，行。加油！王妃啊，这个比赛是怎么个比法呀？是这样的，双方各三名选手，可以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来击球。如果球掉入己方的地板上面的话，则为对方赢球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，选手呢不能越界，还有那个是计时器，球转则为开始，球落入洞中则为结束，分高者赢。哦，对了，特别关注一下马英雄，他呀特别厉害。红旗招展，热浪翻，运动健儿聚欢颜，请双方运动员发扬风格，牢记体育精神。下面请运动员入场，开始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再来。厉害，厉害啊！哎呀，大象再得一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看马英雄的，顺便换人。来个替补，你很勇敢，就你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血脉，刚刚一着急就毁坏比赛器材，按例当罚。我道歉还不行吗？我激动了。化兽族犯规，白科，罚下，换替补队员。哎呀，这怎么打的呀？我来，这是你们的主场，有多少替补尽管上。不用替补，就二打三。行，来。
我就说他很厉害吧，好样的！当下又得一分，伤员下场。李侍卫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但是以一敌三势必会输的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放弃吧。比过才知道。怎么，你们化兽没人了吗？少废话，来吧。等等，哈哈，好不容易参加这么盛大的活动，不搞点事不是本王的风格。李侍卫，我来助你。这俩什么情况？现在怎么办？对啊，不要慌张，打出气势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夏儿郎的风采。输了比赛没关系的。今日那个李侍卫让我给他传球的样子，为何如此像他？不可能啊，他如今的面貌已经变成了那副模样，而且今天还坐在王位上，是我想多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干什么？该去鲁长老那儿抄经了。我知道。公主怀有身孕，不便远行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公主，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，等将来生了孩子，相信奎木狼一定会答应带您回去省亲的。
本公主三个月后必走无影。走吧。公主，保重。马将军，是在对王妃恋恋不舍吗？没事儿，走吧。马英雄，春儿，春儿，春儿，这个是我刚刚抓紧时间亲手做的，你拿着回去吃啊。这个馒头我不会吃的，我要把它做成馒头干，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它。傻瓜，我愿意当你的英雄，我也愿意当你的傻瓜。马将军，时候不早了，该走了。春儿，公主说了，异地恋也是恋。马英雄也安全离开了，也就是说，我可以滑胎了。得想个办法，自然的，顺产的。王妃，大赛也观摩了，是不是可以安心养胎了？可熊嬷嬷，今日的日月精华我还没有吸收呢。这大赛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吸收了？可能是我刚刚喊的太用力了，现在流失了很多呀。一会儿去趟御花园吧。大家也累了，不妨休息休息。不累，我们继续吧。这不就是普通的树林吗？如何才能回我大夏？这树林看似普通，实则广袤，要走很久很久。很久？很久是多久？就好像做场梦那么久。浩南，为什么最近加强巡逻了呀？齐长老说了，王妃喜爱热闹，为了避免冲撞，从今天开始要加强巡逻，避免一丝一毫的差错。保护王妃。是。
浩南，一个香蕉皮而已，用不着这么夸张吧？浩南、大宇，这里没事了，你们继续去巡逻。是是。马英雄他们回去了。王妃放心，马英雄他们已经离开画手。嗯。王妃。工作之外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怎么，想一步步离的监视我，我连点自由都没有了？啊，王妃，你慢点走，小心胎儿。王妃，该喝补药了。啊？怎么又喝呀？早膳、午膳、晚膳，还有夜宵，七长老交代了，每一顿都要喝补药。那这么喝下去，我不得流鼻血啊？哦，不会的，王妃，您现在是两个人，身子虚，正需要补。对。红袖，你去帮我拿点梅子过来，我有点饭恶心。是。熊嬷嬷，你帮我去门口把门关一下，那个风吹得我有点头晕呢。是。王妃还是不肯原谅您啊，不是还有三月之期吗？更何况王妃已有孕，长老院已经下了命令，一时半会儿哪里也去不了。本王就是担心这样。嗯？本王担心奇葩会因此更加怨怼于我。唉，你去跟齐长老说一声，让他把那个熊嬷嬷撤走。毕竟现在宫里各处已经加强了守卫，奇葩身边有红袖就够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嗯。宫中加强了巡逻。长老院也派动了所有的兵力去保护新王妃，上膳局也在问新王妃准备膳食。王爷，臭福晋是净化心灵的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人发现了呀。王死，王死，王死，又是王死，我要让他永不成王死。一定会找到机会的。除了这座靠山，我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个自己的人来。您的人？我不是吗？你还差点意思。那个会易容的女杀手叫海棠是吗？对，之前听新娘提起过，万一对她感兴趣。这个海棠几次三番杀人不成，我相信这个时候神秘人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。若这个时候我能把他挖墙脚挖过来作为己用，岂不是很好？挖墙脚，小的最擅长了。不过王爷，他都已经失败好几次了，您为何还要他？愚蠢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论与奎木狼过招的经验，我相信他经验最丰富了，而且好马须伯乐，神秘人用不好他，
我未必用不好的。王爷英明。你明日去给神秘人传递个假消息。是。王妃，王妃，你需要什么吗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齐长老吩咐了，熊嬷嬷走了以后，我要时刻警惕，要更加关注王妃的一举一动。哦，那你不是每天晚上都睡不好了？没关系啊，红袖愿意照顾王妃，王妃的肚子里面现在有小宝宝了，红袖开心。对了。王妃，您大半夜起来是需要什么吗？是吃的、喝的，还是……我想出去走走，这样对胎儿好一些。来，慢点。这大晚上的，怎么还有这么多士兵巡逻啊？都是为了王妃和王四，他们白天夜晚轮班，一刻都不休的。红袖，你知不知道附近有又高又不太高，但是附近没有什么士兵巡逻的地方？王妃问这个要干什么？你知道产前抑郁吗？嗯。就是在生之前心情不好，我需要个排遣的地方。哦，那我知道一个地方。我就知道你啊，肯定不会让我失望。王妃，这边。走。不错不错，正合适。什么合适啊？我说的是合适看风景。啊！哎，王妃，您慢点跑。过来过来，帮我推一下。哦。王妃，为了保护王四，我不敢给您推太高，我就轻轻的推啊。好。可以吗？再高一点。不能再高了。没事儿，再高一点。不能再高了。再高一点吧。再高你就有危险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？喂，我答应过你三个月，可是没有答应过你一直假怀孕到那个时候。王妃有孕在身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如果红袖照顾不过来，本王可以让齐长老把熊嬷嬷安排回来继续照顾。不用了，谢大王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想食言吧？本王答应你的自然会做到，但你也要记得你说的。是你自己要做假怀孕的把戏，本王只是陪你把戏做足而已。本王送王妃回去歇息。不用了，有红袖陪我就行。大王对王妃可真好呀。红袖，送王妃回去歇息。是。王妃，大王对你可真好呀。嗯，是好，真好。要不我们再荡会儿？不了不了不了，咱们回去吧。
醒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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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，这是咋了？奎木狼呢？柳军呢？怎么都睡着了？将军，这里好像是大夏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夏，我们怎么回来的？还记得吗？我跟川儿道别之后，伤心的向前走，然后感觉一阵眩晕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将军，我们会不会是做了一个梦啊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所有人做同一个梦呢？可是很奇怪啊，我们明明是在大夏，是怎么过去的，又是怎么回来的呀？不管了，公主还在那里，我们先回去禀报，然后再回来找话说的路。是是是。王爷有话让我告诉你家大人。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们家大人现在不想见你们。这件事情很重要，王爷说了，必须面了。停下吧。主人，这是景慕憨身边的若公公，他说有事情要当面跟你讲。若公公，你面前就是大人了，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吧。王爷让我告诉你们，奎木狼已经查出海棠的身份了，你们最好赶紧将海棠逐出此地，弃之不用才能解决。哼，就这事儿，那个废物本想让他自生自灭，如今快点处理就是了。大人，王爷还让我告诉您，有一种毁尸灭迹的办法，可以让您的这位手下彻底消失，大王绝不会查到您这里的。新娘，你跟着他，务必把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，别让人发现。是。走吧。怎么处理？去哪儿处理？就城郊后山有一座悬崖，去那里。去。你说的就是这儿吗？就是这儿，此处无人，就把它交给我处理吧。你是想把我支开吗？小的不敢。景慕憨的意思是把它扔到最下面。是。还以为是多高明办法。罢了，倒也干净。大人当初看中你的血脉，养你回来十几年，没成想这么不中用，真是白养了。你自己回去吧，我走了。为何去了这么久？小的把那女子救下了，就安排在城郊您的那座小屋里。很好，你看好她，日后本王有大用。是，
王妃，喝药了。我不想，我不要，你能不能放过我？不可以。王妃怎么了？喝一口嘛。不能不喝吗？那就喝一半。你去帮我拿点梅子过来吧。准备好了。喝吧。那奴婢告退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红袖啊，你知道狼有什么特点吗？您问这个干什么？哦，我就随便问问，我就是为了了解你们大王嘛。王妃和大王果然是天生一对啊！大王对王妃处处维护，王妃呢也为大王。行行行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王妃等着我。狼族百问，王妃想知道什么关于大王的事，此书最合适不过了。哦，好。狼仙草，狼只要闻到狼仙草的气味，就会受到刺激，变得异常的兴奋，欲罢不能，严重者甚至还会兽性大发。兽性大发，好极了！原来猫有猫薄荷，狼有狼仙草。小可爱，你知道上哪儿找狼心草吗？王妃，这个就是您要的狼心草纯露。只要奎木狼对我发脾气，我就可以假装受到刺激，借机小产了。对了，王妃，太医说了，这个只要滴几滴就能沾染全身，您千万不要用多了。没事儿，用的越多，发的脾气就越大呀。啊？啊！你快去禀报你们大王，说我想跟他一叙。是。王妃邀请本王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大王，你是在找我吗？
界如